来，我先说嘛。去去去，要要要，AK快乐民族的对。北京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啊，这个地方是我离开爸爸妈妈，离开家里，然后自己闯荡开始的地方，对，然后承载我的梦想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到现在，拥有了大力们，拥有了大家，然后我觉得特别神奇，然后。 每天能感受到你们这么多爱，其实幸福感爆棚那种感觉，哇哦，那种啊！当然还是特别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过来看我们，然后很舍不得这种感觉，每次走的时候都觉得不还得再玩一会儿，跟大家还没玩够那种感觉，其实真的很幸福很幸福。 真的谢谢大家，这里是快乐病毒，溜狗小鬼 ，Why so serious 啊？嗨， 大家，今天也快结束了，然后北京这个地方嘛，是我曾经最想来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如今我站在这里，然后可以开粉丝见面会，真的就是。 超出我自己的想象，特别特别的开心。然后今天有很多到场的喜欢我的人过来，还有我的青春团们，今天看到了很多人过来。然后你们为我的应援，然后还有真的感觉我不知道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，我只能以最好的舞台去回报你。但是你们为我做的那些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谢谢你。 然后以后我也会更加努力的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我们。Next。首先是北京嘛，也是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一个地方嘛，对。然后呢，也是因为一直都在这里录制节目，然后呢。 但因为录节目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直在那个节目录节目的地方嘛，然后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。然后现在能够在北京，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开这个见面会，能够有这么看到这么多支持我的人，我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，也希望大家要好好注意身体，要多穿点衣服。然后呢，然后今天晚上演唱会如果结束，我也觉得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在路上要安全身带，然后要拜拜大家。 嗯，今天所有的男孩，开心，我也特别开心。哎，今天很开心，又看见你，这一次是代表，你们常说我是天使，我觉得你们更像天使。我觉得待会儿在看今天的时候，我得捂着点。谢谢。 北京的观众们，你们玩的开心吗？然后我的话想说的是，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会把我想说的、我想表达的我的心情放在表演，所以希望你们刚刚有看到吗？看到。对，就是。谁说的？ 然后希望今天也能够，不管是第一次来见面的，还是之前就见过的，希望你们都能够享受今天的舞台，享受我们的约会。其实刚刚在台上换衣服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突然一下把旁边给刷一下微博，我今天看到。 就重庆的有一个谁穿了一个橘色的那个衣服，三十一度在外面跳舞，真的感动又感动到了。其实我这个人有点多愁善感吧，就看到那些做一些感动的事情，包括真的容易被感动到。对，然后呢，其实你们的所有节日。
接下来，还想听吗？没问题。